每日来到主的面前，共同经历神的恩典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成圣从恩典开始。参考经文：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。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。作为一名年轻的牧师，有一件事是我深信的，就是 Ron 和我都需要恩典。而事实上，恩典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需要。简单来说，恩典是不配得的恩惠。你虽然不配，神仍然爱你，赐福你，这就是恩典。耶稣牺牲生命为你偿还罪债，这就是恩典。神有无限的良善和慈爱，每一天他都把这些恩典浇灌在你身上。神以他的爱光照你，他用光取代你的黑暗和罪恶，又以公义的灵充满你。以上这节经文的祝福，是否让你看到神的微笑呢？这是耶稣在你里面的工作。当你相信因着耶稣完成的救赎，你可以白白得着丰盛的新生命，这就是信心了。信心是出自神恩典的奇妙礼物。每一天让起床，穿好衣服，开他的雷克萨斯去上班，他希望世人看到他的成就。多年以来，他耗尽精力去寻找爱，尝试赢取父亲的爱，也尝试得到别人的称许。虽然有很多基督教书籍、课程、方案、计划和方法可以帮助 Ron 和我们步入成圣的过程，然而我们最需要的仍然是神的恩典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让我看到你对我的微笑，我怀着信靠的心再次接受你赐下的恩典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